2차의 첫 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还行，没几个剑客。哇哇哇哇，中了，朋友们，插眼平 A， 啥也发生不了，冲，我把对面吓着越了，朋友们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东西，你们为什么这样都越不掉？哎，刚好我靠，我被这盒子打，我去打工了。 哎，妈的，这两个人在这，我直接气。我站在这里丢斧头的跳，我就死了。K safe。 安全，我这刚开局，我就有这个，就因为我吃这个盒子10块钱。注意我这波刷野的细节，我只教你们一遍。 所谓的，这波根本没有细节，因为玩家差点就以为我刚刚要展现细节了吧？掉到了，我的血量。 好多啊，能让我再打痛一点好吗？OK， 执法。他不会打上面蟹，我要去上面日蟹去。他在下路，朋友们，我来中路一波小奇袭。你急啥呀？我先等我先 Q 到不好吗？你看你急的那样。 等我先 Q 到可以直接打闪，他这样就是在赌对面反应。这兄弟还不走，有机会。 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，小崩。 可以混喽！我就说吧，刚刚那位置就是有包你的。 大意。那么从他这两把长剑来判断，他这盘是想出刺客流的。
这盘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要把这些小龙什么的控好，这是奥拉夫的优势。阿拉夫的劣势在于他 gank 有1点分。 但是控物件是比较猛，那么我这里升了6级，我们这里往下路走，这波被针对了。 他要石龙了，烦不烦啊？对面，啊，这石狗不刷野，就过来杀我，这是相当于在羞辱。 然后我刚刚走到那里的时候 ，W 没好，然后我冲过去直接剁碎他。他在干嘛？他到底在没在打小龙？这是怎么 Q 空的呢？ 我觉得他又在那里蹲了，他绝逼在这里蹲，真的，90%吧，我已经摸透他的玩法了，他比较单纯，要是我比较单纯的话，他比较贼。上路已经被压吐血了，石头人的 counter 找到了。 还在蹲呢，绝逼在蹲，看到没？你是不是看不到我头上这东西？这地方怎么这么多人呢？ 没有人能救救我，可怜的奥拉夫，闪过来是干嘛的呀？这两个人真像两个小丑啊！这是闪过来干嘛的？还有你，你大完之后你是看不到那狮子狗过来了吗？哎，放下了，放下了。 两个蠢逼，没事，我们在中上两个工具人，等下打团正常一点就行。这是出什么的呀？狂风之力，狮子狗们都这样。不出可血，不出心事，不出刺客，出狂风之力。 耍杂技，有牛味儿。兄弟们，我们把这条龙先吃了。25分钟，30分钟准时凑齐小龙。 咋的了？我一来你们就死啊！这样欢迎我的吗？难受，还是能打小了。这个死其实不是很伤的，被终结了有点伤，算了，还是很伤。
被别人无伤越塔了，恭喜你啊！习题完全没有用的人的称号，铁废物。哇，这妮可还能点上路，你不也是个铁废物吗？绝世双斧，他应该有装备的，我这波好像不太是他的对手。我求求你中一个吧，漂亮，你终于有用了，果然拉斧，你碰到我。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是真的不懂，有点不懂你们。他不是从我身边走过去的吗？他过来呀、啊，石头。我靠，这杰斯还传过来。那么人就是终会有一死的。把这个先锋捡了，对面还踢过来的，应该也不算很快。没办法呀，这两个人真是什么一点用没有啊！快推塔换线，结束我承受的痛苦好吗？我也这里被他跳到了吧？那我可真是要笑出声了，朋友。我靠，还在这蹲。换线。还以为有人会被小丑干，可是这个抓不死，感觉我扫个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石头人一定会被秒。哇，你就直接来了，我还没就位呢。你看看，我们还有什么用？救命啊！能不能等我走到他脸上，然后等他 W 开完之后你再 R？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配合，怎么能这么蠢呢？这盘要被这两个没有用的人戳输了，拯救他吧，救救我们 ADC 吧！哎呦，你们真的两个真的是两个废物啊！你们两个是来耍杂的吗？我怎么能这么菜呀、啊？是不是闪现好了就只会用啊？那不管技能重不重，是不是？不想跟你们再上路玩了，你他妈快走到了，你踢这里，你是个没大的，你知道吗？踢你！哇，有这么菜的人吗？现在韩服跟他妈演员有什么区别啊？傻逼！这又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两个你妈纯种小丑，是在干嘛？对面的吸血鬼已经跟神一样，狮子狗打出来应该也没啥用。秀起来！我排到的到底是什么局啊？能不能告诉我？你们真的是靠自己玩到这么菜的吗？你要干嘛？你也犯病啊？这后面还有个杰斯呢，我们两个人还打不死。你们把小龙吃了吧？
作为一个人吧，冷静点哥，你不能死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应该看我看了这盘，看了几波之后，应该也知道他这盘不能死。这种队友真让人安心呀，这一看到这种这中上血压又上来，反复横跳，没事，被狮子狗杀没事，狮子狗没啥用。塞纳血好多，1700的血。我们这波来帮兄弟们推塔了。吸血鬼去下了，你是要去哪？这吸血鬼去下了，你要去哪？别急别急，主角登场，主角登场啊！舒服了，战绩正了。死人怎么看着这么简单呢？挣扎一下再死好吧。勇敢的对付。猛。太猛，来几波中，真的怀疑我排到的到底是什么人啊，还是说因为那个国服好多人打不了之后，韩服一些很菜的人也能上分。这里蹲个卡莎，蹲个卡莎，卡莎不来吗？撞他，咋回事儿，兄弟们？命啊，我的位置有点怪。哎呀，巧夸嚓 kill， 一天一打四，精彩。去把他杀了，我求求你了！你这波只要知道先用 R， 他就会死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先开 R，EQ， 漂亮，打得真好。要出点魔抗。哎，胡，我开了6000的马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胡。我没办法，我已经调很高马驴了，或许有可能是 OBS 的问题。这是怎么没的？我们要不要把这个 Ra 了？对面没视野的，很有机会。我们就赌这波吸血鬼去下路收兵吧。吸血鬼去下路收兵了。打，打，不打，不打。妈，已经有个废人。
血鬼装备真好。他好难赢啊。除了我们三个人全是副战机，对面更夸张，除了上野全是副战机。其实看起来我们这边好像还好，应该是这样子。知足了，我们这里只有两个残废。没有人愿意斥资买个减治疗啊，没有乌拉迪米尔和狮子狗这种英雄都不买减治疗。只要我出减治疗，我只能出那个反甲，那他不打我就行了。捡不到这吸血鬼，这狮子狗也不会跳舞，所以我出等于没用。我出那个攻击的那个减治疗就也是个废物。我需要塞纳买，塞纳买懂事儿。要被开了，这不预判一下，可怕。后期也不一定谁赢，因为两边的病友太多了，我后期就是纯比人数了。哦，回去了个什么？救命！哦，就是这波了，兄弟们，石破惊天，好壮！啊，也砍一下。给我砍！没惩戒。四杀。没惩戒啊，这怎么办？但是狮子狗，你别去找好不好？找能找得到吗？能不能别扛龙了，你快死了，你看不到吗？但是别打了，别打了。TP 的这个，好，骑我脸上来，然后在这 A 我，你这个油抹带石，创，创完就死 ，OK， 带龙。怎么又三四千块钱啊，好怪，没玩过这种游戏。就打大龙吗？那怎么想怎么过来。完了完了，这刷他妈礼物挡到我大龙血条了，我操。我操！要万一被抢了，这刷礼物的这个，算了，没被抢，就当没看见。还是得出个减治疗。哎，啊啥啊？感谢小朋友摇摇头的魔法感谢喜欢棉花糖的噪音，感谢收听的心上人的四个告白气球。打扰了，差点钱，
二选一选错了啊！龙魂吃了我们这盘币，你们应该能理解到吧？兄弟们，别在上面浪了。拿下，带线啊！哎呦，一个船都没有，那没事，带不带都行啊，冲一波了。怎么给我打问号啊？拜拜，再见。跟我冲！今天你跑不了，还有你。口真强啊，数据打正了，林刚三以后再也没死过嘞，太厉害喽。哎，我真不是我 Q 的准，是这是这对面根本不走位的，就不会走位的，真的真不是我装逼，是真的对面不走位。多刷几刀 OK。又塞一盘。